一个插座插5、6个，包括电锅，包括手机，就着火。因为这是公共危险罪，怕被吓到我会去关监牢，放火罪是3年的牢。精神就是不要怎么搞了，晚上都睡不着，很怕躲在一个角落就应该睡觉了。那天我睡不着了，3、5天我都睡不着。环保当作家是我的目标了啦，因为我想要做一辈子啊，把瓷器当作我的一辈子的工作啊。我来这边已经3年了，每天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也来，都是来早上，下雨天也来，不间断的，只有过年才有休息。我们认识郭千祥是从2年前开始，这2年他几乎每天都来环保站报道，嘴里总说着这里是他的家。他做那个袋子啊，做一些字，我有拿一张白纸叫他写名字给我，然后叫玉英师姐。进来的时候，他有拿便当给我，我特别嫉妒了。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孤儿院嘛，哈，育幼院长大，所以他的人际关系等于零，他都独来独往，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人家沟通，所以我们跟他接触，然后急难救助给他的时候啊，他好感动哦，他的心真的是非常单纯。他没有什么亲戚啦，所以他来这边之后啊，因为这边有得吃，然后大家都还会关心他，所以他非常高兴。问他为什么这么愿意来，就是因为他这边有家的感觉。开货车，开那个我们那个回收的，再送到外面去买钱回来。每天在那边工作都会遇到地法师姐啊，她力气很大哦，我一次搬2、3个，一下就丢上来了哦，她力气好大。哦，我站在上面，然后一个篮子一下就丢上来了。因为他手脚不方便啊，手脚不方便，我就会放在那边，定以后我就会帮他拿到后面去啊。他还会对老人家也很尊重啦，伊讲那敢那人做无法的吼，啊伊都会倒走。他懂得说啊，尊重人家，伊拢会讲啊，这个我来安尼啦。我来慈济以后都学会多关心别人，然后再想自己啊。以前是育幼院，20岁以前都住在这边呐。我也是经常开车进来找那个院长啊。说起来，千祥的身世很坎坷，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父亲无力照顾，他和弟弟从小被送到育幼院，靠着阿公每个月寄5000元给育幼院抚养，直到10岁。警察看到我们就会来抓我们，啊，我们就经常躲在那个切猪肉或是一般摊位的下面桌角下面，啊，躲看警察跑掉以后，妈妈才带着我到处跑。妈妈她就是有精神病啊，她都说肚子饿到没有办法，就跑进人家家里偷鸡蛋，不够吃是因为。他们小朋友太多了，以前的生活真是很苦啊。那时候感觉就是孤单啊，就是
为什么没有个正常的家庭啊？是为什么是母亲是精神病？为什么父亲没有办法照顾我？为什么把我丢在幼儿园？这三个问题是，一直到五十几岁，我都。唯一的亲骨肉就是弟弟啊，那没想到他也是忘恩负义啊。那时候我是想要跟他一起买房子，结果二三十万被他全部都捐款而跑。以前的目标是过一天算一天呐、啊，没有重心呐、啊，就是随逐漂流了、啊，那种没有重心感。家是在三重那个家啊，可是我是。从早七点出门，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家，家的感觉就是一张床而已啊，还没有感觉是家的感觉啦。2020年4月，千祥的家电线走火，烧光了存款和家具。当时住在后方的慈济志工曾秀霞家也受到浓烟波及，一无所有的千祥。还被警察通报公共危险罪，一个插座插五六个，包括电锅，包括手机，就着火了。因为这是公共危险罪，邻居不忍心告我，不然的话我也是败诉的话，一定抓去关的。不要怎么搞的，晚上都睡不着，很怕。躲在一个角落就，那天我睡不着了，三五天我都睡不着。社会局的社工跟我讲看精神科，看了一年吧。那个墙壁，我们今天就是大家来，就是帮忙把那个油漆把它涂一涂，让它住得比较舒服一点哈。啊，剩下我们现在剩下的就这个部分而已，所以今天大家就幸福一点哈，就把它完成。火灾之后，没有任何人提告，反倒是慈济志工走进家门，为他更换了全新的水电管线，也送来二手床铺和桌椅，最后还邀约一群志工来粉刷被大火烧得焦黑的墙壁。当时我们有几位大爱台的同仁也前来帮忙粉刷。还有楼梯啊？还有楼梯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来来来。也没有办法报答你们所有人帮助我啊，把衣服都弄得脏脏的，我真是过意不去啦。家里一无所有啊，一毛钱都没有，都是你们帮助我，谢谢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，我想说我能够用我将来的生活，然后帮自己做一些事情。做得好，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自从油漆之后，这两年来，我们脑海里不时浮现千祥的身影。他现在过得好吗？有人关心吗？再次来到他家附近，我们发现这一带房屋密集，巷弄狭窄，有些房子看起来超过40年了。老旧住家真的要小心电线走火。喂，哎，师兄你在家吗？啊，在家，哎，好。那我上去找你哦。好。啊，我那时候漆完以后，就是我看它都有一些剥落，你自己有补吗？有，就这边啊，还那边，这边还那边。这个曾被火烧的房子，其实是亲戚借给千祥住的，但是经过两年了，
家电和家具还是很少，整个房子看起来空荡荡的，就好像住在工地一样，感觉实在奇怪。都放东西，为什么你这边都不要？因为我就觉得空空的，就是干净啊。师兄姐他们没有给你东西吗？有，每那个师兄上面有一些那个秀霞师姐给我的衣服了、啊，哎呀。你就是刚刚说不要就对了。对啊，也不需要那么多啊，我一个人在住也不是要很多东西。以前有瓦斯炉啊，就冰箱啊，冰箱、电锅啊，都有了。我们也觉得没有需要，而且怕火了，我就把它收起来。我很怕火，不敢用火。会不会没电？他说这里面就有装电池了。他有说多久换电池？没有，他说永久不用换了，我搞不清楚，可能是真的是永久不放。你什么时候去拿的？就是火烧房子那天我就去拿了。他说挂在这边，烟很大，他就会叫啊。这次火灾真的吓到了，吓到，真是吓到。我这样很怕插头插在这里。嗯，以前就是这边隔间。隔这样子，他们是从这边进来的啊。电动模式放这边，然后我的电脑都在这边呢、啊。啊，专门在建筑事务所在画图的用的那个电脑坐在这边，啊，6万多块都烧掉了，没办法。大火的阴影还在，千想也不在意居住环境，因为对他来说，没有家人，房子就只是一个栖身的地方。这是什么糖？慈济志工曾秀霞住在千祥家正后方，火灾后经常前来关心她，也会像姐姐一样管她。发现千祥家有些脏乱，于是约了志工来打扫。无啦，这不爱滴的轻轻做伙，无你安尼哦，你看你啊，每天做环保，这个都不拿去回收，先把这里整理整理出去。先把它拿下来。啊，这个你没有帮他，他真的是也还是放着啦。你这么给用用，伊还佫袂晓整理啦。你无出卡手吼，给用，伊还佫定来摆的啦。所以这个人就是要有一个人一直督促他啦。那个抹布拿过来，我你看他家啦。他骗我应该的。应该的啦。为什么？觉得没有人管我啊，我愿意接受他们的念啊，关心啊。嗯。看不到。背起来，这里哦。嗯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无啦，一只，遐还有嘞，几只吼，迄个会出镜出来，啊，迄蜘蛛。它是不坏。他也不会怎样，只是说欠人看家。你若有人家一直较看家吼，啊，家那杀的那杀的吼，以后他做什么事情也会比较有那种信心、冲力啦。哎呀，好了，给你负责了，来，你去啊。用心做，我你画袂清气。啊！你先擦下，拄啊擦济个啊咯，那个乌乌的。啊，有水的时啊，下雨天呐、啊，会晓无？落雨天的时吼，啊，你一直甲冲好，然后搞下落去。我很不喜欢做家事，以前幼儿园老师叫我做扫地工作，我都不大喜欢扫，都跑去玩游戏啊。看到他一来，我会做那么认真，我会跟他坐下就有精神了。他好像是我父母在世一样，上辈子他能够来抽空一天来帮助我打扫房间，我非常感谢他。不然，看看桌垫，来，放着。我家己一个人，无人好照顾。啊，阮家阮食三下，对我食三下啊！哎呦，只有无差一碗一箱猪肉，
我就把他当作自己的人。一直以来，千祥都是一个人。认识曾秀霞之后，开始有了关心和管他的人。许多年长的志工也把他当晚辈一样关怀。你要吃多一点，不然你的身体太瘦了。比如说你在延期吃一个便当不够，没关系，你再跟他要。他说我还要再一个，因为有一个不够。每个人都对他很好，都会关心他啦，其实都是婆婆妈妈在关心他啦。哎啊，像我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弟啊，有那个结缘的啦，啊是讲有一个水果啦吼，都会给他，拢会想到伊啦，因为伊吼，咱讲正经的这个小孩子，就是讲有得人疼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相知相惜，然后互相照顾，大家都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。比如说，有的七八十岁啊，他也把你当成他的孩子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也会疼你，有工作也会找你，有好吃的也会给你，好坏都有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会觉得很累，我第一次来也觉得很累。我在发声后，志工帮千祥介绍工作机会。他下午会到台北岛种菜。台北岛是淡水河的河中沙洲，根本没有车辆可以到达。千祥骑单车来回就要花上一两个小时。那个胶啊，假料料怕是，要戴手套。水果啊，有什么木瓜啊，这个龙眼、荔枝都有啊。我有的，他要就拿去吃这样子。他的个性很直，萌萌，他不会去拿去送你们送谁，他很老实。他就三只两只自己吃，所以我们也是当作弟弟妹妹在看他。早上他拿到这万华市场那边卖啊，然后早上一大早五点就跑来这边拔菜，拔新鲜的菜，然后去卖。哎，千祥每天来种菜，每个月赚取几千元的报酬，他总觉得都是人家在帮助他。看他做那么辛苦，一天没有卖多少钱，看那个菜花很多力气搬上去，然后又拿到万华菜市场，客人也给你挑斤拣两的，卖的钱又不是很多啊，薪水都付给我，他没什么赚头啊。最主要是帮助我啦，想要帮助我，我来的话会拿很多钱，一个礼拜每天都来的话，一小时200块，一个月1万多块啊，我给他拿几千块。就够了。他房子烧掉啊，然后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很可怜。我就能帮助就尽量帮助他。后来就去他家看，哇，吓到，什么都没有，床铺也没有，那个连抽水机喝水什么都没有，看到啊，心很酸，很难过，就尽量。照顾他，当作是他我的弟弟，我能帮他就帮助他。太热了，不要这边晒太阳，太热去了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阳太热了了，放下来，不要来这边晒太阳。嗯，现在太热了，38度都没得了啊。好，我开了。和环保志工比起来，千祥相对年轻又会开车，因此去卖回收，再把钱拿回来交给环保站，成了他的工作。千祥说，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。
百七十八，谢谢。现在纸的价钱就比较低了，所以说一趟都七百多。平常我三四个月前来是一千多块。能够每天积少成多，能够把这个资源回收换成现金，我就很高兴。你要更多钱是要干嘛？我不晓得，就是交给瓷器，就是救社会上的人。交那个纸杯纸碗的钱，餐盒嘛哈，点点看就对。千祥，好，对，我换的现金越多，救的人也就越多了，就是我的愿望啊，因为我也是被救的人啊，所以说我每天不冒着刮风下雨也去吃尽。就是因为我想要越多人跟我一样被慈济救起来。如果你在环保上哪一天看不到我，我应该是生病了吧？每天都做工作是我一种习惯，除非我生病了，我才会没去。没有朋友吧？没有朋友，跑也不知道朋友也不知道去哪边可以玩。是每天。像环保工作也是算是一种乐趣啦，环保但是目标啦，我的工作将来生活的目标。这边跟大家一起吃饭，不要这样拜着，然后就走，这样子独来独往不好。就是你有常常跟人家互动的时候，我们人际关系才会好。吃菜，你要吃慢一点呐，有没有听到了？有。吃慢一点呐，也没有人跟你。小金呀，没有跟你抢。不要一直没有跟你抢了。对了，我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小朋友。环保当作家是我的目标了啦，因为我想要做一辈子啊，把瓷器当作我的一辈子的工作啊。你10月30号要来上课哦，记得哦。好。因为那一天你是要。人家要给你挂那个环保证哦，表示你就是三重园区环保教育站的一员，知道吗？是啊，有那个牌子。不要一直跟我点头说好，到时候都没有做到，会不会？不会。要来上课好不好？